今天的都市现场午间版，您将看到商户被停水一个月，原因是拖欠了十年的水费。那么这十年的水费是怎么来的？都市频道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小分队来到现场，稍后为您带来电视加网络全媒体直播。签订征收协议两个多月，补偿款迟迟未发放，记者追问之下，相关人员一问三不知。系列报道聚焦饭馆服改革曝光，怕慢假用伞。今天继续关注我省干部作风建设。消费者称奥迪 A8L 新车买来才一个多月，发动机就开始渗漏机油，是车辆出厂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是另有原因？都市消费调查，记者追问真相。万人年猪宴热闹开席，游客品台格子蒸肉，观土家歌舞，体验土家传统文化魅力。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入选2023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里面发现大量殉葬动物骨骸。家有收藏，继续关注我和收藏的故事特别节目《馆长说收藏》。今天看到的是景德镇古陶瓷标本展示馆收藏的瓷器标本和制作工具。餐馆的排风机噪音太大，楼上居民受不了。您的烦心事儿、暖心事儿，干问热线曝光台，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敬请收看《都市现场》午间版。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3年12月8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现场午间版，欢迎收看。首先来关注江西省新闻名专栏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向我们栏目反映问题，现在除了拨打24小时新闻热线0791-8831-6800，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干问抖音号。南昌市青云浦区新丰社区的胡先生向我们反映，他是这里商铺的租户，店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水用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据说停水的原因是因为他所租住的这个商铺呢，有十多年的水费没有缴纳。那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间不交水费，又为什么最近才停水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今天早上，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小分队就来到了现场。下面一起来连线闻风而动的文俊。文俊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淑华你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以及我们都市现场直播号的全国的网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干问我为群众办实事闻风而动的文俊。闻风而动，因你而动。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的现场呢，就是位于南昌市青云浦区井冈山大道新丰社区的沿街店铺。在我身后的这几家店铺啊，刚刚淑华呢在直播中已经介绍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没有水用了，店户的商户啊，这个胡先生呢打来电话跟我们反映，现在呢我们就到店里面去看一下哈。可以看到呢，在店里面胡先生是接了很多的水，然后他们说生活用水呢全部都是通过买的这种矿泉水来进行使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能不能开出水来。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面，我们打开了这个整个的水龙头，是一滴水都没有滴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商铺工作呢，做生意，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厨房也可以看得到哈，商户的户主呢，其实啊，他们也是要进行这个做菜要用水的。那如果说没有水用，对他们的整个生活还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呢，也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据胡先生跟我说呢，像他这种情况的商户呢，不仅是他这一家，这沿街的五家呢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刚才呢，淑华在这个口播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了，这里呢自来水公司来过，说是有十多年的水费没有交，所以导致了他们停水。那么为什么会有十多年的水费都没有交？自来水公司之前为什么又不停水呢？我们首先还是请到这个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哎，有请胡先生，胡先生，哎。有请哈，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来，您就是新丰社区要改造，发现这个我们这个自来水水表，是没有交水费，一十多年，这个问题，自来水公司后来把我们这个自来水剪断掉了，
一个多月也不给我们接临时运水，也不给我们，我们就买了一个多月的纯净水用，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您是这个户主还是说您是租在这儿？我租在这里的。租了多久？租了有几年。有几年、那么所以说自来水公司有跟你回复吗？你之前找过他们吗？找过，贴啤酒贴的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那个我们把我们水剪断了，我们找了好几个部门，这个部门找那个部门。哪个部门？农业部，还有叫什么部啊，我都记不起来了。我们到那个自来水公司找了好几次了。都是找自来水公司。对对 对, 对。他们是什么？是说要补齐十多年的水费。对对对，补齐十多年水费。我们不是很冤吗？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年子，一十多年的水，我们不要跟人家出水了，是不是？是吧？那你找过户主吗？也找过。户主是谁？户主是姓徐，徐部长。是哪个单位？临托，江西临托公司的。他人家也是没有办法。是吧？他也同伴我们到了自来水公司。也是跟贴啤酒一样，贴到这里，贴到那里，我们找不到人。你们前前后后找了多少次？最起码找了四次。找了四次，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对，电话最起码打了三次。打那个199啊。1235打了一次，还有那个自来水公司那个199个服务电话打了三次，也没给我们处理。有人来现场吗？自来水有人来了就找了，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解决问题。我们只有打电话找我们电视台帮我们帮忙把这个事情解决。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谢谢。我们也是为群众办实事哈，能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协调把多方请到现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到这个户主临托公司，徐总您好。来，就是刚刚这几家店铺，来您有请。这几家店铺一共是五家停水是吧？是五家没有水。然后这是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嘛。我也是接手没多久，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在这之前呢，然后听说这边没有水了，然后一直就是在追溯到之前的那个怎么说，就之前我们老同事啊，然后经过询问到有个结果，就是2009年我们这是在那个自来水公司已经装了表，然后就是一直就没有给那个服务号，所以这些住户啊一直就是没有地方去交这个水费，这是一个怎么说，也就是说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嘛。那这个装了表是指装了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就是没有交水费这个表，还是说当时装了很多表？当时据我的同事说是装了申请了6块表，到底是不是6块表我也没有得到个现实，没有证实。然后就是这五家嘛，就是也一直是共用一个水表嘛，一直就是这么用的。然后我也去到自来水公司也去协商过，他们说那个我们也查不到你们那个公司那个户头在哪里，因为当时没有给服务号，等于说就是那个没有身份证一样，就是只有这一个表没有给服务号，其他你们同期装的表都给了服务号，也都交了水费。不是这样的，那几块表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就是发现这一块表是怎么说还有另外一块表，怎么说两块表是怎么说就没有服务号，所以说一直以来就是住户也不知道要不要交水费。我也是刚接手，我也不清楚这里要那个咱们用水是否交了水，这个我一直都不清楚。然后经过询问，我们也没，就是我们公司也没收他们水费，然后他们自己也没交水费，就是从2009年到现在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按照您说的，2009年你们申请了向自来水公司申请了要装水表，同期你也不知道装了多少块水表，但是装的所有的这些水表都没有把这个户号告诉你们。是，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时装的水表一块都没有交。是，据我们那个同事这么说，到底装了几块水表，他也不记不起来了，因为这么多年嘛，他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就目前的话，就这个情况。那么后来你们现在跟自来水公司联系了吗？自来水公司什么态度呢？自来水公司说那个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管的一块嘛。我也去询过那个叫什么，就是自来水公司那个叫什么潭子口营业厅，
他们这么说没有服务号，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弄。然后怎么说哈，就是在那你告诉了他我们现在停水了，那怎么办呢？也说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怎么说，他们这个说，他也管不了。那边说他们也管不了，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各自都有一摊的事情嘛。像这边他是说我只收钞，超收，然后那边他也说我只负责装。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那为什么最近才把这个水停掉呢？是因为那个新丰社区在搞那个小区改造嘛，因为是这也是个对大家有个福利，对那个怎么说老员工的一个福利。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水管呢也是错综复杂嘛，那个当时就我到现场看的时候，有个水管是之前应该是老江托那个时候装的一个铁管已经生锈了，他们开挖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就是看着有水表，但是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就是直接把那个老的那个水管呢给挖掉了，然后导致这边就是一直没有水，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边停水有多方的原因，一方面呢有可能是因为改造之后呢把水管给挖掉之后导致他们停水，就是您分析哈。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来水公司发现了这里有一块地底下的水表，是不是？我们开挖之后发现了有一块水表，然后自来水公司才来抄表，发现有十多年的水费没有交，直接给这边的住户把水停了。怎么说哈，就是之前的话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有表，这个怎么说，我也是那个就是也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我估计他们那个跟我情况一样也不了解情况嘛，因为那个叫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水表。然后我到那个自来水公司这个城南运营处也就查了，那个表是有钢印的嘛，他们也查了个钢印，但是怎么说就是没有录他们的系统，也就是没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表，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以导致现在就是这些租户一查换一查的，也不知道要不要交水费，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到我接手以后，就是也是在上次他们没有水以后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这是几方的责任。第一，自来水公司装了表之后没有给你们户号，导致你们没办法去交水。第二，这个水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埋在地底下。我们现在呢也可以请导播切下我们在直播之前所拍摄到的画面，是在一个地底下，因为这次老旧小区改造开挖地面才发现了这一块一直被深埋在地底下的水表，然后自来水公司发现之后呢十多年都没有进行抄表，所以现在一抄表发现欠了十几年将近20年的这个水费，现在需要我们的住户来把这个水费补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租户他们觉得很冤枉，在这儿才租了几年，为什么让我交十多年的这个费用？那么现在作为我们的户主方是我们的临托公司，那临托公司目前什么态度呢？怎么说嘛，因为那个我们是国有企业嘛，然后这也是国有资产嘛，那我们怎么说就是也没有这个年初也没这个预算，然后这一块的话你叫我们公司去掏这个钱也没办法，就是怎么说没有个出处，没有个依据，这样的情况。就是怎么说我们怎么说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您说这个作为企业我们可能有程序上的这个流程要走，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哈，但是您说是不是在预算之内，因为这个毕竟是用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存在是预算不预算，你不能说我没有预算所以我的水费就可以不用交。然后第三，您说没有出处，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户头产生的这个水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依据，但是您说是不是全部是你们的责任呢？我们刚刚也听了这么多，我相信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临托公司，作为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全网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肯定心里也有个数，咱们是不是自来水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呢？那么我们之前呢也是多方联系了自来水公司，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自来水公司的人到达现场，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社区的书记江书记。
你好，江书记，我们来之前好像自来水公司的人是在这儿的，是吧？他已经到现场来查看了，他到前面后面他都已经看了的，都查看了。当时您跟他讲了这个情况吗？他们是什么态度？怎么说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这些商户把这个前期的这个费用全部交清。嗯，有多少费用？他没跟我讲多少费用，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有多少费用。那您有没有跟他说这个水表是他们之前就没有超过，就是这个水表他们就没超过？我听旁边的人他们说了是2万多块钱，2万4千多块钱。听说是2万4。嗯，是不是？嗯，那作为自来水公司，他们之前都没有来超过表。这个我不好回答吧，这个我不好回答，你不要让我回答。好嘞，好嘞，行，好。不要让我上去。我们现在呢也不知道哈，这个自来水公司人有没有到现场？现在有，您好，你们是自来水公司的吗？哎，您好，您贵姓？姓徐。哦，徐总，您好，您好，您好。哎，我们是那个江西二套都市频道《我为群众办实事》，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直播。刚刚呢，我们到现场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不知道您来之前哈有没有了解。我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这五家店共用一个水表，这个水表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装的，是这次老旧小区改造挖地的时候啊，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一个水表。那么我们也问了临托公司，就是说装完水表之后，没有人把这个户号报给他们，就是说他们即使想交水费也没有地方去交，而且他们之前呢也有找过自来水公司，但是都没有人把这个户号告诉他们。然后在这停水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他们也找过自来水公司，然后自来水公司呢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也查不到，因为没有这个户号他们也查不到，所以就一直拖在这没解决。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他这个表在我们那个库里面是没有查到信息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查到这个表的信息。这个表当时在地下应该是改造的时候挖出来了一块表，一块表在我们那里是没有信息，所以他说之前说没有反应，说是没有来抄表，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库里面没有这个表的信息。对呀、啊，那对为作为他们这个在这的租户啊，还有这个户主啊，他们其实对这个情况也不了解，就是他们的水费里面也没有，因为他户号都没有，就像您说的，自来水公司都没有信息，他们也没办法来交这个水费。所以当时的话，这里应该一共是有，这里应该还有四个表，还有四个表是吧？对，它是六个，它还有四个表的。那你们有这个信息吗？这四个表是有信息的，嗯，只有这个埋在地下的是没有信息的，嗯，因为它又是埋在地下，如果是在当时是它埋起来了，在而且在我们这个公司的库里面是没有这个水表的信息。哦，那当时怎么会埋在地底下呢？这个当时的话是，应该这个表当时装了以后，它可能就是，因为在我们没有信息，它可能是改造吧路面，把它埋起来了。在我们那里有信息的话，我们这个表位都会升迁。那四个表呢？那四个表呢？那四个表有。有那四个表超了水表吗？超。超了，交了费吗？交了费。交了费，也就是说，如果是说你们自己超到表的，人家是按时交了费的，是因为这个一你们没有给信息，人家就没有办法来交这个。不是说没有给信息，因为他们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信息在我们的库里面。所以这个表，对呀，但是你们没有信息，那你们在你们库里面没有信息，这个水表你们安装的，那作为户主来说，你给我什么？比如说你给我几张单子，我就交几张单子的这个费用，对不对？那你没有给我这个信息，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信息，那他们自然是没有交这个钱的。现在的情况，我要具体的，因为后续是我们咨询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好吗？嗯，那这样子吧，那个我们现在呢在现场共同就这个问题到底是几方的责任，我们共同来协商一下。因为我们电视直播的时间呢比较有限，现在呢我们也把自来水公司、我们的临托公司全部都请到了现场，我们希望通过现场的协商，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或者说有一个推进。那么现在我们先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我们的网络直播继续进行。好的，好的，谢谢文俊，再见。
好，下面继续来关注我们联合江西省体育局推出的我省首档体育新闻《江西体育新闻联播》。该节目每周五中午12点播出，节目聚焦体育赛事活动，传播科学健身知识，讲好江西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把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体育力量呈现给大家。大家好，一周江西体育大事赛事高兴事儿，欢迎收看江西体育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文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联播要闻。一号，副省长石可在省体育局调研，出席省体育局2023年重点工作总结和2024年工作计划汇报会，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平做工作汇报。石可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体育事业加快发展，成绩显著，值得充分肯定。新的一年，全省体育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新兴，科学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加快推动体育强省建设。12月2号，江西省体育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在南昌市召开，副省长石可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平主持会议。会上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首批聘请的委员共19名，来自于国内知名高等院校、相关行业部门和咨询研究机构。体操运动竞技性很强，而且不少的体操明星，像刘璇、韦小媛、陈一冰呢，都是颜值担当，观赏性也是非常不赖的。因此，体操也是一项备受体育爱好者青睐的项目。日前，我省举行了2023快乐体操锦标赛，不仅参赛的都是小萌新，而且咱们比赛呢还设置了接力项目，一块来瞧个新鲜。现场只见小选手们在最快的时间里依次完成跳绳、攀岩、钻山洞、过障碍等重重考验，这些动作对于小萌新们来说不仅颇具难度，关键还得不怕。练了1年多了，觉得练体操很好玩，我练体操可以去让我比赛，还可以拿奖牌，每天都练，就星期天不练。攀岩很好玩，我觉得我很接力呢，就是小朋友的一些个人体能这些加入进去，所以也非常好。本次锦标赛分设了甲乙丙三个组别，吸引了全省特色小学和幼儿园的40支代表队、3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是我省体操项目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与往年的幼儿基本体操相比，快乐体操比赛所涉及的范围更全面，通过比赛将有助于加快快乐体操的推广和普及，拓宽了后备人才选材渠道。江西的这个快乐体操也列入了百县，每年的比赛在百县里面，我们已经有几十个县区在参加了，在这3届里面水平不断的提高，也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大概有3000多人参与。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前天，2023江西省国际式摔跤冠军赛在省会南昌开赛，有近300名的摔跤少年同场竞技，一块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和大家伙儿以往看的摔跤比赛不一样，冠军赛包含30米、100米、1500米、引体向上、裹头翻和后倒成桥等7个项目的比拼，由此来检测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有7个身体素质的测试，由打分，就是第一名单项的第一名是9分，第二名7分，7、6、5、4、3、2、1按阶梯的排下来，当7项的总和加起来的分数就确定到最终的名次的排名，随着分高，它就是由排出前6名来取前6名的运动员。
南昌队的魏思礼今年15岁，来自当地体校的青山湖训练中心摔跤队，练习摔跤有3年时间了，参加过不少的比赛。这次比赛他希望能够检验一下自己，为明年的锦标赛做好准备。这个过头翻15、16米，3米5秒，引体向上13个，就是平常下训练的时候会练这个过头翻，跑跑步什么的。锦标赛打完了最好去省队了，集训留在那里再打全国比赛，拿更好的成绩。比赛分设甲乙丙3个组别，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11岁，通过梯队式的选拔来夯实江西省摔跤队的后备力量。比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那些动作技术什么的都有提高的能力，还有那些不同的对手都可以带来很多你想要的，就是你得到的好多东西。记者了解到，自2019年开始，我省摔跤项目每年都会举办2个大赛，一个是上半年的全省摔跤锦标赛，另一个就是下半年的全省摔跤冠军赛。通过4年的发展，习练摔跤项目的队员也从当初的100来人增长到现在的近300人。通过这一次的冠军赛的话呢，对我们江西省的后备队员呢，已经这个选拔的路子还有那个的基础，已经是有更大的扩展。这一次比赛的话，主要就是测小孩子的身体素质，因为小孩子年龄偏小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成功的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体能，为后面的技战术来做培养。那么可以从他的特长，那么对我们的交通的选拔是有很大的帮助。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在九江黎溪区，当地呢有一个残疾人运动康复中心，每天呢都会有残障人去进行体育锻炼，不仅锻炼是免费的，还有教练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专门设计训练方法。九江市民邱东兰4岁时因患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小儿麻痹症，右腿使不上力，成为残疾3级。因为我这个腿是残疾嘛，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骨头然后一个皮肤包着的，他没有一个腿的那个形状了，就是走路啊，他没有力气，他是飘的。由于身体长时间不平衡，近些年邱东兰的骨盆又产生了侧倾、脊柱侧弯，腰又出现了问题。因为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哈，这个腿哈，它就是因为这边变形了嘛，它这个萎缩了嘛，萎缩了，然后导致这个腰椎骨哈，它就会倾斜到一边，它就会成了一个钉子形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摩擦。幸运的是，2019年邱东兰在黎溪区的残疾人运动康复中心遇上了教练李前。李前为邱东兰做了身体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康复训练计划。通过一些手法进行松解啊，进行调整啊，调整完的话是先把他的关节啊和肌肉进行牵引啊，牵引通过加上什么一个集合训练，还有什么慢慢的话循序渐进的啊。用到了一些椭圆仪啊还有这个单腿这个坐姿腿屈伸啊，是吧，还有弹力带还有一些徒手的比如进蹲啊一些动作根据他的情况来这个逐步的加强训练。如今邱东兰的身体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也阳光了不少。他还介绍了不少跟他情况差不多的好姐妹到黎溪区残疾人运动康复中心，每周都要进行2到3次康复。我想感谢那个我的那个老师，老师习惯了，感谢他，反正我每次来，他都很耐心的去指导我怎么去做康复，他的耐心真的是值得表扬的。在我遇到的人当中哈，都是好人，可以说是我命中的贵人，就是这样的，还是好人多，感谢他们，感谢这个康复中心的所有的老师。记者了解到。2019年，在省体彩的资助下，九江市黎溪区的残疾人运动康复中心正式成立，主要帮助残障人士进行锻炼。成立之初，省体彩为中心配置了踏步机、坐式单车等适合残疾人士开展体育康复训练的器材，价值49万元。后续又增加了划船机、多功能训练凳，几年下来，总投入近100万元人民币。2022年，九江市地方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近1000万元，用于群众体育事业400余万元，为全民健身、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全民健身路上，一个都不落下。都市频道记者九江报道。节目的最后，一块来浏览一组体坛快讯。
2023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将于12月13号至17号在杭州市举行。日前，世界羽联公布了参赛名单，中国队在5个单项上各获得2个席位。现男单世界排名第4的我省羽毛球名将李诗峰成功入围。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赛是现今世界羽联每年一次的最高级别单项赛事，今年还是巴黎奥运会系列积分赛的重要一战。2023年全民健身干得精彩体育彩票公益金报道干婆行活动日前在南昌正式启动。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到本月3号，当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为国家筹集体彩公益金逾23亿元。江西体彩成为全国第14个年销量破100亿的省级体彩机构。3号，由中国足协主办的2023年梦想中国亚足联中国足协社会责任活动在赣州市信丰县举行，活动吸引了当地300余名孩子和家长参加活动。梦想中国社会责任活动是中国足协品牌公益项目和亚足联梦想亚洲激励级别品牌项目，旨在联合各会员协会、公益机构、企业、俱乐部等广大社会力量，通过开展捐赠、提供公益培训、公益赛事活动等方式，传递足球运动正能量，促进地方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开展。2023江西省第4届男子篮球联赛将于本周末鸣锣开战，赣篮球金鼓齐鸣，上演群雄逐鹿。今年比赛只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分为2个组，各小组先进行主客场双循环的比赛，每个组前4名进行 BO3 淘汰赛，总决赛采取 BO5 的赛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省直和省队不参加今年的联赛，今年将肯定诞生新的冠军队伍。都市频道记者报道。感谢收看本周的江西体育新闻联播，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各位中午好，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今天我省天气舞台主打一个早晚寒冷午后晴暖的天气格局，8点全省的气温平均为7.9度，午后随着阳光的辐射增温助力，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可达到22到24度，局部甚至会达到25度，这样的温度让我们瞬时感觉回到了10月。不过晴好天气很快就要被终结，阴雨重新登场。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全省的云系逐渐增多，其中今天晚上在赣北的部分地方率先会转小雨，明天赣北阴有小雨，局部有中雨，赣中阴天多云有小雨，赣南多云见阴，部分有小雨。好的，以下是各省雨时天气。南昌晴转小雨，10到23度，九江晴转小雨，6到22度，抚州多云转小雨，8到24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7到22度；上饶多云转小雨，9到22度；鹰潭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宜春多云转小雨，7到24度；兴余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萍乡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吉安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赣州多云转阴，8到24度。以下是部分县市区天气。稍后您将看到，签订征收协议2个多月，补偿款迟迟未发放，记者追问之下，相关人员一问三不知。系列报道聚焦放管服改革曝光，怕卖假用伞。今天继续关注我省干部作风建设。消费者称，奥迪 A8L 新车买来才1个多月，发动机就开始渗漏机油，是车辆出厂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是另有原因？都市消费调查，记者追问真相。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买正宗地道滋补佳品。11月30号到12月12号，就来都市严选。
江西二套第六届滋补养生节，媒体搭台，产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罚十。八十头文山三七，每斤仅需99元。西洋参每克5.9，铁皮石斛每克1.5。印尼进口燕窝滋补特价每克9.9。江中大品牌灵芝孢子粉限时特惠，买一盒送一盒。一斤装新疆若羌免洗红枣，惊爆价仅需5.8。60片大瓶维生素 C 仅需1.9。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原941院正对面；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华润万家对面；九江江中灵芝都市严选，长虹大道603车队公交站旁。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大多数人呢，眼睛花了不知道眼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还会导致视力下降。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眼睛舒服，头也不晕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江老师，我给你戴上。嗯，好。江老师，看一下前边，清楚吗？很清楚，嗯，很清楚。来，再看一下近处。很清楚，而且很舒服，就像没戴眼镜一样。全新标准，全息数据，量身定制，让您的双眼更舒适。一副好眼镜，彰显智者风范，更是生活和工作的好伴侣。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全息验光，量身定制，更清晰更舒适，钛金镜框，精致典雅，彰显您的非凡气度。眼花就戴超视力，我是蒋大为，我信赖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眼花就戴超视力。配镜专线400-1006565。民呼我为心连心，网络问政为民办实事。江西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干问平台，接速即办，一周内受理回复，直通厅局，多部门联动解决，跟踪问效，全媒体曝光推动。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或关注都市现场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干问专区，在线发帖投诉，贴得近，及时应，群众认，干问平台24小时为您守护。下面来关注聚焦放管服改革，曝光踏满假雍伞系列报道。最近，萍乡市湘东区下部镇的一些拆迁户向我们反映，今年9月底，他们和当地政府就签订了征收协议，但是直到现在，还有100多名拆迁户没有拿到征收补偿款，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月，为了配合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湘东园区的开发，萍乡市湘东区政府对下部镇启木村等6个村的部分房屋宅基地进行了征收，用于园区配套设施的建设。怎么补偿你们呢？就是按多少钱一个平方计算吧。
那当时有没有说这个征地款啊、拆迁款什么时候能够把钱啊打到你们账户上呢？当初他征收的时候就是说很快嘛，很快嘛。村民们告诉记者，今年九月底，下布镇的被征收户们陆续与当地有关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有一部分村民在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拿到了被征收补偿款，但启木村有100多户村民的征收补偿款迟迟没有兑现，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征收补偿款的发放时间。跟我们一批的有拿到拆迁款的。目前你们这个村啊，还有多少人没有拿到拆迁款呢？大概还有10多组吧，有100多户吧。村民说，他们九月底签订的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协议书在他们签字之后也被征收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收走了。目前启木村很多村民仍住在老宅里。我这搞也搞不清楚到底几时查几时拨，因为只有他们查一下只有5天的时间，我们确实做不完。你又要打包这么多东西是吗？你又要找房子。在这2个多月时间里，村民们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此事。去问过政府，他就说现在资金有点困难嘛，要稍等一下嘛。有给你们一个确切的时间吗？没有。我们并不是说要急着要钱，我们的诉求就是说你政府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个时间。都市频道记者报道。征收补偿协议签了2个多月，当地政府为什么向部分拆迁户发放了补偿款，有的却至今没有发呢？这笔钱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发放到位呢？我们再去问问。在萍乡市湘东区下布镇政府，镇长张文四告诉启木村村民，他曾多次向上级部门询问何时发放征收补偿款的事，但一直没得到准确的说法。今天是不用得上来，因为他去马大先把这个给我的话，我已经到了区监局，如果想查一些可以肯定行了之后，我就让跟他联络，请他帮我们做贡献，我现在去监大家伙。随后，记者和村民来到萍乡市湘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询问发放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时间。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不太清楚。你要问拆迁工作组，你要去问。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萍乡市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湘东园区征收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指挥部由湘东区各个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目前已暂时解散。你说的那个情况我知道，但是现在是没办法的。你说的情况我们也理解，也行吧，谅解一下。这个是现在是没有钱，你叫我怎么付？我一辈子我都没看过那个钱，你差一步100多万，现在政府不组织资金来，你就现在就是谁想垫都垫不出来，这不是好玩的。对于这笔补偿款什么时候能发放，工作人员表示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答复。现在你要我答复，我是答复不了。但是我个人估计，应该政府都在尽力想办法，估计是12月份之内打钱。都市频道记者报道。2021年，湘赣边区域合作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湘东园区项目正是落实这一战略的项目之一。100多户村民积极配合了这一项目的征迁工作，但他们却迟迟没有拿到相应的补偿款。这笔钱为什么没有及时发放？补偿协议为什么没有做出明确的约定？配套的财政资金支持为什么出现了缺口？这些问题都有待当地职能部门做出回应。征收拆迁工作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部门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公信，依法征迁，主动回应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否则不仅容易引发矛盾，还可能影响到项目的推进。对于此事，我们仍将持续关注。好，下面再来看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最近宜春樟树市的消费者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10月下旬他在省城南昌的一家奥迪 4S 店买了一辆奥迪 A8L 汽车，但是车子开了才1个多月，他就发现这台车发动机在渗漏机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刘先生告诉记者，眼前这台奥迪 A8L 汽车就是他在南昌圆通奥迪 4S 店购买的，车子过了一次户，总价将近70万。目前车子买回来才1个多月，总里程也仅跑了2000多公里，车子的发动机就出现了机油渗漏的情况。买了回去之后开了
1200公里，它就显示它自己报表显那个机油故障灯，到 4S 店检测发现是漏油，漏油之后检测问题，他是说点火线圈的三个点火线圈电机漏油，该帮我换了电机。经过 4S 店的售后维修，更换了疑似出现问题的配件之后，刘先生开回去没多久，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只要你开车它就会漏，漏的情况下它差不多1000来公里就要加油，不加油它就会那个仪表盘上就会显示边开边渗的那种漏，就它就是那种渗出来，只要你发动机响它就会渗出来。刘先生表示，他曾多次开车到南昌圆通奥迪 4S 店寻求一个处理方案，但是 4S 店给予的答复让他并不满意。给我两桶机油自己加，他说回来就是修发动机盖，他说那个密封没好，该这个刚买来的车子小百万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花了近70万买来的车，后备箱还得常备两桶机油，刘先生表示自己难以接受。随后记者陪同刘先生将车辆开到了位于南昌市西湖区抚顺南路上的江西合成鸿奥汽车有限公司，见到了这里的销售经理。对方表示，刘先生的车辆问题可能是出厂就存在的。那就是我们换上了那个三个东西以后就给他试车，试完以后还是漏，所以就出了第二个方案，就是打密封胶。应该就是它上面那个密封胶圈那个没密封好，所以在发动机高温高热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有油液冲出来，这是原厂质量问题。都市频道记者报道。这位销售经理在面对记者的问询过程当中呢，直言这是厂家原厂的质量问题。那么既然是厂家原厂的质量问题，销售前 4S 店有没有进行相关检查呢？第一次进行维修换件，又为什么发现的故障原因并不相同呢？调查继续。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和消费者刘先生一起找到了江西合成鸿奥汽车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对于车主的疑惑，他是这样解答的：就是气缸罩盖，就是一个盖子，然后出现那个渗油。做 PTR 我们肯定是做前车的检测呀，前车的检查呀，对不对？有些东西说实话，你说刚开始一个车过来，我们又不可能长时间的去试车，长固定数的去试车，对不对？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盖子拆出来重新打胶处理。那么既然是气缸罩盖渗油，为什么车主第一次把车送来维修时更换的配件却是电机呢？然后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当然也这是可能是我们在诊断过程中有一些偏差。第一点的那个补偿条件我们应该也跟您说了，就是三次保养以及我们车辆的一天年保，这也将近是2万，应该有2万块钱的那个这个价值了。然后第二个你说的保障，这个我只能保障是说有什么售后问题我们一定会及时跟你解决，就是说您说您要保证，就是说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退车，这个我们还真做不了。这位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按照三包法的相关规定，他认为刘先生的车辆无法满足退车的条件。而在现场 4S 店方面表示，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赔偿方案，需要现在去请示领导。一会儿功夫后，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带着店内领导的解决方案回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却让车主有些错愕。就是你这个车不会上在售后，就是不会上你的维修记录，就我们自己本来按理来说这个车是可以索赔的，但是你不是担心你的车会贬值什么之类的吗？那这个车的维修成本全部由我们店自己承担。就是在系统里查不到这些。对，这是给他一个保证。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您刚刚说一定说要一个保证的话，我们给您一年质保也是对你这个车辆的一个保证。你说一定要给你一个什么保证，说这个车那个坏了我再怎么修，那我们我只能说我们做好我们奥迪的售后服务，一切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走。这最基本的了，这走到哪里也是最基本的了。根据我国《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33条中提到，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并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维修档案应包括维修合同、维修项目、维修人员及维修结算清单等。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如实填报，及时上传承修机动车的维修电子数据记录至国家有关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在现场，车主刘先生当即回绝了店家给到的方案，并且离开了 4S 店，准备向奥迪中国继续投诉。
截至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上了车主刘先生，对方表示目前自己已经和 4S 店方面达成了协商约定。都市频道记者报道。稍后您将看到万人年猪宴热闹开席，游客品台格子蒸肉，观土家歌舞，体验土家传统文化魅力。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筑选2023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里面发现大量殉葬动物骨骸。腰疼腿疼迈不开腿，直不起腰，肩颈疼痛扭不动脖子，抬不起肩膀，筋骨疼痛跟不上步伐，抱不动孩子，力不从心。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才给力。关爱老人，一定要关注他们的筋骨。疼、痛、虚，喝鸿毛药酒。每天早晚喝鸿毛，祝您健康长寿。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眼睛舒服，头也不晕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超视力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好伴侣，我是一分钟也离不开它了。戴上它，再微小的细节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一切心中有数，下笔如有神助。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像我一样患上了超视力。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遇上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保护视力，连墨镜都省了。开车为了保证安全啊，就得眼观六路，戴上超视力，抬头看路，视野开阔，导航看图清清楚楚，路在脚下，这才叫安全。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全息验光，量身定制，更清晰更舒适，钛金镜框，精致典雅，彰显您的非凡气度。现在预约即可免费享受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全息验光服务，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眼花就戴超视力。配镜专线400-100-6565。俗话说立冬进补，来年打虎。立冬开始，天气寒冷干燥，病毒活跃，容易导致咳嗽、咳痰、气短、气喘。有慢性肺部疾病以及这几年肺部受到损伤的老人，立冬开始啊，得每天补补肺了。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肺补好了，不咳不喘不遭罪。咨询电话0791-8838-2890。立冬，你开始补肺了吗？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经常头晕头痛，又清血；经常胸闷气短，又清血。用清血八味片，血液粘稠，堵塞血管，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容易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270余年清血古方，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专利。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血管通、心脑好，头晕头痛要清血，胸闷气短要清血。清血八味片认准蒙奇牌。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买正宗地道滋补佳品。11月30号到12月12号，就来江西二套第六届滋补养生节，媒体搭台，产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罚十。80头文山37，每斤仅需99元。西洋参每克5.9毛，铁皮石斛每克1.5块，印尼进口燕窝每克9.9块。江中大品牌灵芝孢子粉，买一盒送一盒，都是严选的东西，货真价实，质量很有保障，服务也好，价格实惠，品质好，杠杠的。买滋补品就到都市严选，我们信任都市严选。地址：
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一楼都市严选，原九四医院正对面，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华润万家对面，九江江中林芝都市严选，长虹大道603车队公交站旁。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你的健康是否正在发出警告？肢体麻木要活血，心痛心慌要活血，心缺血脑淤堵，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关键在活血。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关注全民心脑健康，活血是关键，让血液焕发活力，享健康美好生活。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身未动，心已远。武功山绝美的画卷，期待你遇见未知，拥抱自然。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杀年猪、抬格子是土家族人传统的丰年习俗。近日，在湖北宜昌长阳清江方山景区举行了热闹的年猪宴，吸引了无数游客。大家品抬格子蒸肉，观土家歌舞，体验土家传统文化魅力。早晨从5:30起来，就摆那格子烧南瓜在里头摆蒸肉，对，蒸那个蒸肉，缺这个小菜。说到土家族的美食，最具特色的那就属抬格子了。这道菜是当地人的最爱，也是土家待客的最高标准。它以新鲜猪肉为主料，南瓜和土豆等食材为辅料，将它们混合，拌以炸广椒、玉米面等，放在大蒸笼里蒸煮。一个钟头的功夫，一屉诱人的抬格子蒸肉便上桌了。啊，很好，很好，很好。年猪宴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一个展示传统文化的平台。宾客们围桌而坐，一边品尝地道的土家抬格子，一边观看演出。历史悠久的土家吹打乐，热情灵动的土家歌舞，让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亲身感受到土家人的热情奔放，更能感受到浓浓的巴土风情，体验传统美食与文化的完美融合。氛围非常好，又热闹，由我们把你们这的风土人情带回去跟你们做宣传，我们年年来，我们原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听说他们搞了7届了，对于这个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吧，包括推动现在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就这样的好处活动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如今长阳清江方山万人年猪宴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品尝和体验。据悉，今年年猪宴第一场接待游客达4000人次，带动方山景区经济收入50万元。第二场年猪宴将在12月10日举办。近日，由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杂志》评选出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西安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入选，这是我国唯一入选的考古发现。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发现400多座动物殉葬坑，这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汉文帝霸陵位于陕西西安灞桥区迪寨街道白鹿原的西端，距此西南约2000米处为汉薄太后南陵。2020年12月至2022年8月，汉陵考古队先后在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陵区发现2处大型动物殉葬坑，共计400余座。其中，汉文帝霸陵共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包括鸟类2种和兽类9种，殉葬动物均为珍稀野生动物。
汉博太后南陵共发掘55座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类和爬行类共30个属种。经初步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部分兽类骨 DNA 鉴定，发现有丹顶鹤、绿孔雀、陆龟、金丝猴、虎、马来貘等40种动物骨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遗址里边，这个貘和这个大熊猫同时出现。过去文献上都记载这个大熊猫叫貘，但是这次他们同时出现，说明他们是两种动物。所以我们这次发现就非常重要，就是纠正了这个大熊猫在叫貘的这种观点。我们提供了这个考古学的证据，提供了动物学的证据。在《山海经》《尔雅》等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貘的记载。一直以来，古人在注释当中都把貘和大熊猫理解为同一种动物。此次霸陵出土的完整貘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仍有貘的存在。据了解，1975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汉博太后南陵抢救发掘了23座殉葬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犀牛的完整骨架和大熊猫的头骨。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发掘研究，这项考古成果不仅丰富了霸陵遗址的动物标本库，也对动物骨骼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首先一个就是从咱们这个西汉帝陵制度研究来看，等于说是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西汉帝陵的这个陪葬类型啊。它象征的呢是陵区里边的这个冤囿。经过鉴定之后发现呢，不仅仅有这个咱们秦岭当地所有的这个动物，什么大熊猫、羚牛啊，这种这个动物，另外还有南方的包括这个犀鸟和孔雀啊，这样的动物。这些动物标本呢，都对这个研究这个当时啊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快速扫描国内省内民生大事，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11月28号，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支部联合陆井民居社区党委开展“党建引领校地合作，共建社区实践基地”主题党日活动。学院机电工程系党支部为社区居民、教师、同学开展电气防火科普知识讲座。活动最后，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与陆井民居社区就校地支部共建实践基地、社区教育示范基地、老年大学示范校进行签约并揭牌。新加坡总理公署7号发文表示，新加坡与中国将实施30天互免签证的协议，目前两国正在商讨细则，计划将在2024年早些时候出台相关政策。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全国征兵、女兵2024年应征报名时间已确定，上半年应征报名为2024年1月1号至2024年2月18号，下半年应征报名为2024年7月1号至2024年8月10号。昨天，铁路12306手机软件购票界面进行了更新。在此次更新后，新版购票界面将会显示折扣信息，从而让购票者更加了解实时票价变化。目前有不少铁路执行浮动票价，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实际票价有所浮动。国家网信办起草了《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运营者在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按照网络安全事件分级指南，属于较大、重大或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应当于1小时内进行报告。14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于日前印发，根据方案，到2025年，教育部14五本科规划教材重点立项建设1000种左右，遴选5000种左右，加快自主知识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质量教材体系。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看到。家有收藏，继续关注我和收藏的故事特别节目《馆长说收藏》。今天看到的是景德镇古陶瓷标本展示馆收藏的瓷器标本和制作工具。秋季鼻炎高发期，鼻塞、流涕、打喷嚏、流鼻血、眼鼻发痒，做好鼻炎的科学防治。健康电话866-5-3。
腰疼腿疼迈不开腿，直不起腰，肩颈疼痛扭不动脖子，抬不起肩膀，筋骨疼痛跟不上步伐，抱不动孩子，力不从心。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才给力，关爱老人一定要关注他们的筋骨。疼痛虚喝鸿毛药酒，每天早晚喝鸿毛，祝您健康长寿。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你的健康是否正在发出警告？肢体麻木要活血，心痛心慌要活血，心缺血脑淤堵，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关键在活血。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关注全民心脑健康，活血是关键，让血液焕发活力，享健康美好生活。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西洋参呢，是非常好的滋补品，我常用西洋参泡茶喝，精气神足。这都是年轻的西洋参，参味浓，正宗，价格也实惠，值得信任。秋冬进补，来年当虎，买正宗地道滋补佳品。11月30号到12月12号，就来江西二套第6届滋补养生节，媒体搭台，产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发十。80头文山37，每斤仅需99元。西洋参每克5.9毛，铁皮石斛每克1.5块，印尼进口燕窝每克9.9块，大连即食海参每斤仅需399元。深海域原产地大连淡干海参买一斤送一斤，江中大品牌灵芝孢子粉买一盒送一盒，现场还有西藏纳驱虫草、加拿大西洋参、优质天麻等各类滋补佳品，均有产地特惠活动。我吃三七西洋参很多年了，老了都补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体质，对比了其他地方的，还是咱们都是严选的好，价格实在，品质也放心，都是严选的东西，货真价实，质量很有保障，服务也好，价格实惠，品质好，杠杠的。买滋补品就到都市严选，我们信任都市严选。每天前50名进场的朋友，特惠惊喜等您来！惊喜一，一斤装新疆若羌免洗红枣，仅需5.8块；惊喜二，原价29元半斤装宁夏中年枸杞，特价9.9块。活动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1楼都市严选，原941院正对面。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华润万家对面。九江江中灵芝都市严选，长虹大道603车队公交站旁。整晚失眠睡不着，白天心慌心悸冒虚汗，晚上睡不着，身体怎能好？喝气血固本口服液，中药调理治失眠，晚安才能早上好。气血固本口服液。俗话说立冬进补，来年打虎。立冬开始，天气寒冷干燥，病毒活跃，容易导致咳嗽、咳痰、气短、气喘。有慢性肺部疾病以及这几年肺部受到损伤的老人，立冬开始啊，得每天补补肺了。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肺补好了，不咳不喘不遭罪。咨询电话0791-8838-2890。立冬，你开始补肺了吗？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经常头晕、头痛，要清血；经常胸闷、气短，要清血。用清血8味片，血液粘稠，堵塞血管，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容易堵了心和脑。清血8味片，270余年清血古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专利。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血管通，心脑好。头晕头痛要清血，胸闷气短要清血。清血八味片，认准猛奇牌。欢迎回来，家人收藏继续来关注《我和收藏的故事》第二季《馆长说收藏》。今天我们带大家继续来看藏在大学里的特色馆——景德镇古陶瓷标本展示馆。为什么说清白瓷两宋时期在景德镇如此的火爆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上百件瓷器标本和制作工具，不管是南宋还是北宋，这刻印的纪年那是妥妥的佐证啊。这边标本上面的那个铭文信息、年月日啊，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最原始的基础。这是镇馆之宝啊！对对对，你看这个啊，上面庆历三年。然后你们看到这件工具哈、啊，这些工具这干嘛用的啊？这本来像通常来说像这件器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顶器啊，上面再放一件器物。可是它刻上这种纹饰，刻上这种纹饰，然后给我们感觉它有这些功能的有别的用法。如果把这件器物开口朝下，就是一件放在匣钵里的架子，主要就是撑起拉好的瓷碗或者小瓶子。还有一种功能是拉坯使用。开口朝上就是一件标准的记录烧窑时间的器物，然后这一批里面可能就一个写铭文的，那证明这批东西、这批东西的使用，比如我们给宫廷定制了、给大户专用了等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一个标签。说像我们现在有电脑记录了、对，人家现在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实物记录了，标签没错的、然后这里我们难能可贵的这是叫景德三年。目前我们通过这个窑器能知道他们当时生产的这个釉水啊、胎质啊、器型啊，生产规模景德三年元月。那么通过这些器物的上面的铭文呢、给我们带入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想知的、现在一些资料没办法弥补的一些信息量、这个对我们研究这个两宋清白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在宋代中期还出现了定制以外的礼品纪念瓷器，就好像现在我们某某公司开业专门定制的茶具上面写着庆祝词是一样的。你看见这些器物，这个到了那个宋中期时候、这里面准确的纪年，这个很关键哈，这个乾道，看到没有？乾道对，然后关键中间两个字夜殿，看到没有？大吉。这件器物我们这边有个系列，但是这个铭文的极为稀少，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当时我们那个磨那个朱砂的，我们就类似于小磨盘磨朱砂的研磨器 对的研磨器，朱砂的夜店啊，姓叶的开这个店，大吉，可以理解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自己一个学长或者自己的亲戚赠送这件器物作为一个礼品，然后准确说明了这个年代、功能、用途。可能看到这儿大家会猜，这样的瓷片是如何研磨朱砂的呢？看看这几件上面还残留朱砂的痕迹的瓷片，能看出来朱砂就放在中间的小洞，用特制的石质研磨棒碾压，凹槽越密研磨得越细。那么朱砂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一个药用，朱砂能作为药用，另外一个功能是绘画，绘画，所以我们倾向于这是个文房用具，是一个文房用具，就是磨朱砂的，它造型各异。而这类器物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大别都是私人定制，它不是量化的，而大部分是文人豪客之间的定制。是不是？其实我们说在标本馆里边找到带有铭文的，比不带有铭文的，是不是更难？
对，这个明文这个信息量极少，嗯，极少，它是因为少，说真的少，然后那个有缘哈遇上，那么就给解我们疑惑。我们之间，你也知道，任何考古挖掘或者这个研究，对这个明文这块是重中之重。我大小参加考古挖掘参加了十几回，每次领队都再三强调，但凡有治理这块，要一定要细心的把它，安全的保护起来。所以我们对这个明文的保护啊，这个明文的研究啊，这一块我们要尊重历史。你不可以人为的去夸大或者缩小，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啊，把它再现出来。稍后您将看到，餐馆的排风机噪音太大，楼上居民受不了。您的烦心事儿、暖心事儿，干问热线曝光台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敬请收看《都市现场午间版》。常言道，人活九十九，全靠好牙口。以前缺牙了，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但假牙不舒服，咬不了硬东西，还容易脱落。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携手德亚口腔，全省寻找缺牙人，电话报名成功，挂号费、CT 检查费、方案设计费、专家手术费一律取消。同时，德国种植牙科科半价，科科终身质保。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非常火爆，不限年龄，不限缺牙科数，均可报名。缺牙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报名热线0791-8812-8777，种植牙认准德亚。俗话说，立冬进补，来年打虎。立冬开始，天气寒冷干燥，病毒活跃，容易导致咳嗽、咳痰、气短、气喘。有慢性肺部疾病以及这几年肺部受到损伤的老人，立冬开始啊，得每天补补肺了。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肺补好了，不咳不喘不遭罪。咨询电话0791-8838-2890。立冬，你开始补肺了吗？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腰疼腿疼，迈不开腿，直不起腰，肩颈疼痛，扭不动脖子，抬不起肩膀，筋骨疼痛，跟不上步伐，抱不动孩子，力不从心。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筋骨有力量，生活才给力。关爱老人，一定要关注他们的筋骨。疼、痛、虚，喝鸿毛药酒，每天早晚喝鸿毛，祝您健康长寿。青春就是绽放活力，点燃梦想，真心好活力就喝润田翠。润田翠，中国花样滑冰协会官方饮用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买正宗地道滋补佳品。11月30号到12月12号，就来都市严选江西二套第六届滋补养生节，媒体搭台，产地直供，正品保证，价一罚十。80头文沙三七，每斤仅需99元。西洋参每克5.9毛，铁皮石斛每克1.5块。印尼进口燕窝滋补特价每克9.9块。江中大品牌灵芝孢子粉限时特惠，买一盒送一盒。一斤装新疆若羌免洗红枣，惊爆价仅需5.8块。60片大瓶维生素 C 仅需1.9块。地址：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1楼都市严选，原94医院正对面；景德镇新桥十字路口都市严选，华润万家对面；九江江中灵芝都市严选，长虹大道603车队公交站旁。整晚失眠睡不着，白天心慌心悸冒虚汗。晚上睡不着，身体怎能好？喝气血固本口服液，中药调理治失眠，晚安才能早上好。气血固本口服液。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你的健康是否正在发出警告？肢体麻木要活血，心痛心慌要活血，心缺血脑淤堵，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关键在活血。江西都市频道提醒您，关注全民心脑健康，活血是关键，让血液焕发活力，享健康美好生活。经常头晕头痛，要清血；经常胸闷气短，要清血。用清血8味片，血液粘稠，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容易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270余年清血古方，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专利。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血管通、心脑好。头晕头痛要清血，胸闷气短要清血，清血八味片认准猛奇牌。急难处判我帮你办，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急事、难事、烦心事，都可以随时拨打都市频道的24小时新闻热线0791-8831-6800，或者拿起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找到我们推出的网络问政平台干问进行反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